咱准备要开始啊。嘿，啊，我甲你问者。好啊，你问。你刚要唱的是咱待下要介绍两个节目的主题曲。哈，有主题曲？对哦，你要唱。什么主题曲？就像咱咧非常了不起啊！你咧唱一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歌。哦，对啊，对我是咧想吼，都在一边无空咧想者想者。哦，啊不，我先唱。好，我先唱大港的台湾的歌。好。你是身体无爽快哟？不是，最近还在唱，无你唱，无你唱过麦。你怕的啊？你怕到外呢？听众朋友，今天是安尼唱的，无你家己去找大港的台湾，恁在 YouTube 点馆拍大港的台湾，恁去听看，听看麦啦，看阮唱了有闲无？啊，非常来不及要唱啥？唔来噶，等下呢？因为迄个老阿姨哩，但是咱第二季咱像新歌对不？哦，有，对啊对啊，咱像一个主题曲，拍摄拍摄。哦，你检讨一下无？拍摄未？大概咱去看非常了不起。但是咱今日其实不是要介绍非常了不起，甲大家台湾，是因为咱这两个主持人，甲咱有这两个节目的NN，啊，今摆阁有一出新的上新的大戏，上新的到底咱盐水大饭店内底有啥物款的故事？能带敢当，但敢当都讲，但是咧，小可保留一点啊心笔的。嘿啦，家己去看啦。嘿啦，家己去看啦。好啦，你听讲因已经到了卡，无能进落去好啊。进落去，进落去。好，安尼就好，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欧北边，欧北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的个大来说。在空中大家说，下个个关注表示会用大家念出来，来来欢迎今天的出面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拍摄啦，阮这阮的特色，阮今年二控二数年是安尼，阮就是 hip hop。哦，我嘛介意，就是 hip hop 的感觉。好，咱先请咱的出面人先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来。哦，好，大兄先，大兄先。哦，我算大兄。跟他差不多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昌贤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耀金。好，观众朋友应该是拢怎样讲，因两个要来宣传什么啊？咱直接进入咱的主题啊！哈，咱后边再来开讲咱的节目。首先，咱要先来问两位啊，恁两个拢有主持阮台记台的节目，像昌贤是迄李小节目，非常了不起的，对，很神呐，很神哦。所以我今日拢要叫你很神，我已经嘛是尊尊长啊。我已经不是很神啦，很神变我的朋友，我是很老啊，尊长。这嘛是尊长，尊长是唔好。啊，过来要紧是外景大港的台湾，想要请问讲两位恁的节目的性质完全拢无同款，啊，恁当初是为着讲要主持这个专题的节目，私底下敢有做啥物功课？我的部分是。因为毕竟我讲台语是拢甲厝里讲较济，对，啊，够自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，啊，其实来到台北要讲的机会其实减足济啊，是。啊，那我当迄当阵我接到这个节目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学家己，随时拢伫个讲台语的迄落情景内底，情景啊，不管是落讲，还是讲看到啥物字，就尽量去读，啊，改变成真生活上的一部分。这个叫做浸水式的学习，浸水式的啊，对对，华语叫做沉浸式学习。我就是参照一直泡伫个台语的世界，对，这是真好，这是我的方法啦。嗯，我感觉也真有效。你较袂讲，你想要讲一个事的时阵，会去揢着。惯习啦，爱惯习，爱惯习。啊，你迄个小节目就是，因为面对囡仔嘛，啊，敢有啥物无共款的？你感觉？安尼哦，这就是爱看囡仔每一堆，伊和阮的感觉拢无啥共。对，较活泼啦。有诶活泼，有诶点积极。嗯，啊，你就伫咧这之间，你安怎去引导因去讲出一寡物件，啊是？对因的生活，因较了解的所在，嗯，人讲破冰嘛，甲冰泡破，哦、啊，咱靠法度继续交流，嗯，这就是爱看每一个囡仔状况无啥共，了解了解，所以讲可以练什么笑话，也是讲每个囡仔，有哦，都有当时啊，遐囡仔讲笑话，我讲，既然大人拢无爱讲话，无爱笑，无咱先来讲笑话来试看嘛，哦、啊，有囡仔是真正会去甲你人。
我感觉目对因的身躯上学到一挂物件啦，因为因拢伫个来个遮，因虽然唔捌来参悟过，不过因迄种合适嘅迄种能力，啊，够正拼迄种精神，气多心嘛，气多心就真好。所以你唔是讲你平常时，你可能生活感觉敢那稳稳啊，对，啊，你也感觉讲，哎，啊，感觉安尼就会使，啊，不过看到遐囡仔，你也感觉。刚刚我想要跟你拼看看而已，输人不输阵啦，对啦。啊，想要问讲，就是因为恁节目内底有迄字卡，你敢有因为特别就是节目的关系来去学这台文字？哦，真正台文字自我第一季，跟即马第三季，哈，变偌强诶！你即马提出来，我看看而已。紧提紧提，太可惜啊，太可惜啊！哎，真正有差，真正人讲看久，你就会明显。对，点啦嘿。你看久了，就较难讲。尤其是读个声母啊，因为大陆拼音嘛，有当时啊，真正你一看到哈，竟然是安尼读。啊，其实你看久了，知影 T 就是的嘛，对啊 ，T H 就是 T， 对啊，厉害呢，哦，真厉害。啊 ，K H 是科科科科嘛，对。科麦克讲，麦克讲，对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啊，你就开始把声母背起来，啊，你开始倒下来字。对，哎，啊，就是叨叨叨叨，叽哩叽哩，得录而录这呀。真正就是看顾的小手啊，安尼啦。嗯，好，安尼个来问姚人，嘿，你要去海边啊？跟我特别混嘞，就是未兴准的这个所在。我本身是无介兴准啊，啊，但是主要较好啦。主要是台语的部分，真正是伫咧第一季的时阵是较困难，因为我自开始是未介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阵，台语台有加这个棍球团，对，有办这个。工作坊啊，台语的工作坊，对对对，英文训练，对啊，因为我本地其实自细汉出来是拢有咧讲台语啊，但是阮即个喏，就是讲伫咧台北大汉的囡仔，其实拢较罕伫咧讲台语，尤其是咧加同学啊，还是讲同年龄之间咧，对啊，所以要就接到这个节目，要真正要去外景的时阵，其实是足紧张的。但是嘛，无多会使做诶，干那就是讲，提早吼，甲这个卡本小顺过，啊，迄阵就感谢这个陈宏伟老师，啊，就接去催伊，啊，甲这个拢顺过了，啊，其实真正可比讲像苍兴安尼，伊一定是知，就是讲，伫咧主持的时阵，这个临场反应啊，甚至是突发状况是足侪，嘿，所以讲到较现场的时阵嘛是真正足紧张的，因为在地时段，有足侪可比讲第一个是因讲的内容啊，你无一定听过，之外，而且佮有口音的问题，佮有口较有重啊，伊迄去海边容易点海口腔呢，哦，佮有腔口差，可比讲我记两个例好啊，我即摆印象就深的，第一个是第一。贵的时阵，我去到宜兰，对，啊，迄阵伫咧一个有唱来的，因为这个抢孤队，抢孤，啊，因遐吼，阮讲我啦，我是讲有唱药厂有唱，有唱，啊，因遐拢讲有唱，有唱，啊，讲有唱有唱，啊，规段吼，啊咧。讲落来一直讲有呛有呛的时阵，我就唔知有呛是咧呛呛，现在是咧呛啥？我就呛声呀！我都开始嘛无经验，我就改打断，我讲哎，拍谁？哎，这个有呛是啥？啊，伊就干嘛？这有啥物好问的？啊，药厂啊！啊，同你讲啊！系啊，啊，不然吼，结束了，导演就甲我讲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你个妹啊，给手这问就好，你安尼我咪阿拉加。哈哈哈！真出名。一个是安尼，啊，第二个是接到这摆第二季去加这个海口遐，大西遐的时阵。对，哇，大西。我了加一个菜市啊，来对阿妈咧抬杠。对，我了加讲哦，就是讲恁家啊，我就介意啊，因为我第一摆来海口家。对，阿公黑啦。阮食的物件吼，我那阿那，阮食的物件是足好诶，阿那。阮食，嘿，我就讲，啊，恁食的物件有啥物物件好食？我讲恁食的物件，恁食啥？我讲，不是啦，阮食的物件。阮食，到底食？我都只要讲，哦，以前你讲阮食，对，这就是金醋味，哦，金醋味呢。所以听就是咱大港的台湾内底会当听到各地腔口差。啊，你感觉因为就是譬如讲鸿雁上大，俊杰啊，大叔袂给你感觉。是较袂啦，因为较袂啊，你就怎样讲？其实卖准备收济，意思是讲，系无？唔是讲，唔是讲卖做功课。导演有听到无？就讲你伫咧现场，其实是你甲这个受访者之间的这个互动是较重要。啊，你卖想。
卖想要背上这名，对啊，像现行的无我都背啊，因为囡仔人的反应总是料想袂到的，也袂到的呢。有当阵真正拢去洗面呢，想讲哎，现行现老尊长台语足够的，我感觉遐囡仔有诶哦，真正参像伊的腔口，有诶腔口，我感觉囡仔若有迄种台语的腔口，还是海口腔，哦，够够好听诶。天哪，囡仔讲出来做 TV 的，是啊，等到第一新歌都通学一挂物件，学一挂台语。啊，好像世界比你嘛袂歹，互相交流啦，对啦。而且两只不拢无简单嘞，杰西无好多控制囡仔，杰西无好多控制阿姨啊，在地在地，是是是。好，过来面问讲，就是拄好两位旧年拢入围咱的金钟奖，一位是戏剧，啊，一位是主持，啊，这回阁做伙搬戏，代表讲有机会双双入围啊。啊，敢有啥物话想要对对方讲？先恭喜一下。我头先才拄看第一集、第二集吧，对，我是感觉有信心呢，有信心吗？姚琳非常有机会啊，就看今年啦，吼。那安尼，不，其实讲实在，因为我这摆是我第一摆跟昌宪合作，啊，其实。大家应该拢是对，昌宪本来就是演艺圈的前辈，出道比较早。今天我今天加工加工，你这大兄这，我这是我无讲黑。这我咧改加豆腐，这是确实。啊，就是讲，其实拄开始嘛有小寡紧张，就是你感觉讲，哎，我咧准备够够，还是讲，因为因的经验较济，你也感觉讲，哎，是有啥物所在会当甲伊合适吧？啊，但是讲坦白就是，哇，昌宪，我真正是即摆合作了后，我就。真正就甲我身边的人拢讲，哇！我干嘛我就佩服伊咧？不但哦，这个个性好，对，而且他还在现场，夸张。但是这是你把书签翁起来咧，这是讲真正，就是讲那个性好，对啊，演戏演甲够较好，对，而且够搞唱歌，啊，人个世界引导，引导个这样。我就是讲哇，就是讲我上大体就是讲哇，难怪人家。诶，当地的演艺圈长青这样子，啊，这是咩啊？这是你都要先借个红包，你都要先借红包。我刚刚我是谢友林吧？哦，你啊，你好意哦。那这个讲搞公干，嘿，老公啦，公实在下，所以讲伫咧即摆。就感觉真正就欢喜的，因为咱实在就这个朋友，啊，伫咧戏内底嘛，咱嘛真正是有足侪火花伫咧。对，我感觉因为拍戏就是安尼，有当时啊，你缘分到，人会合，嗯，角色目对，啊，戏的迄落气氛搁对，啊，你大家安尼互相探求，规个气氛哇，结果较好，迄拍戏出来物件就超好看。嗯，头先阮看阮讲真正姚琳的表演哇，真正真赞。加赞啊！不会讲，我感觉是两个包红包来呢。好想播啦！好想播啦！好想播！而且恁两个假设，因为即马假设卡已经伫咧 IG 播出来，恁两个伫内底是一对麻子，对吧？哈，当初是安尼无熟悉，啊，雄雄被 麻子打开始讲什么，较爱叫的。诶，无，其实是还好，恭喜他，因为昌宪本来就是。跟人之间是较无迄落，较无距离诶，系啦，较无距离，而且嘛较袂隔一个，啊，系，较袂隔一地啦，系啦，袂隔一地啦，无包啦，你卡只地，一地无好隔，因为卡只片无排物件，对啊，免排啊，因为我感觉，啊，不过因为阮有一寡共同诶话题，通啊先开始讲，像阮拢囡仔，我对只开始讲起，开始开讲，啊，互相较自在，啊，对个是其实结交。弄帮助、哦、我感觉咱上大的一摆就是讲，咱两个之间的这个不管是关系啊，是共同揪揪我来，揪我来。我这张戏是我为这个尴尬来的，出来的时阵，我登去甲阮家啊，一个大团圆的，因为迄张戏哦是所有人拢在哭，啊，一个哭戏，我们在台下靠戏啊，靠戏啦，对，就靠戏，就靠戏。啊，这感觉人跟人之间哦是就奥妙，就是讲。做伙安尼靠靠，大概感情雄雄，敢那我规个拔起来啊！敢那我熟悉你，啊，而且吼，迄个伫咧拍戏的规个过程当中，敢那会真正变作你的记忆，你知无？就是讲，敢那哇，敢那我真正熟悉这个朋友，啊，敢那阮真正嘿，所以伫咧现场的时阵，阮阁有规两句台词是，我我想讲台语，主人咧弹出来，伊主人讲出来，因为其实你哪讲，我有淡薄气给我陪，因为迄天我讲迄个气氛真着，伊就转来，阮一段时间无见面啊，伊弹刚刚出来的时阵，啊，阮伫迄个引导的顶下等伊，对，哇，一路车，阿大，你现在去感觉寒，
可能嘛是因为刮啦，因为刮，所以讲规个环境吼，会乎你足侪刺激。恁等下敢会剧透下袂啦吼，无影响吼。别，还是你哦。就是迄个气氛，啊，互阮互相一种情感的流动，足感动的。哦。非常的感动，我感觉真正大家靠靠的，就敢那有一挂故事起来，农民讲的故事，用目屎来证明。哎呦，迄个情感就规个靠起来了，恁用目屎甲恁的情感连起来呢。哎呦，你想要请问两位啊，当初是确定要参加这出戏的时阵，第一个反应是啥物？其实这是一出较严肃的戏嘛，对不？有的人想讲就是较叮当啊，挑战这种的，两个人第一个反应是啥物？啊，是讲恁摕到剧本的时阵，想讲，哎呦，那安尼，安尼，本来我是披露啦，不是讲是恁真正安尼啦。无，因为这故事的背景，可能啊，大家拢真了解啊。对，啊，其实我嘛是。哎，阮听众，无你可是第一个听到，敢有人要甲阮讲一下？伊这规个背景是伫1980年嘛？对，是伫个罗密的倒数件迄个时阵，真熬，迄阵人啊发生的一挂代志，故事生活一挂情景。对，哎，当初我看嘛是顺顺啊看，啊，不过我哪看哪感动，哪有一挂，迄落情绪会起起落落，我感觉啊，这就是一出好看的剧本，就感觉讲哇，就想要演嘞，对啊，你阴历啦，通常当下第一个看剧本，你还顺顺啊看过，哎，看有一挂尴尬，哎呀，对，哎，有爸爸，啊，有尴尬哦，啊，开始有感动哦，小花给动，哎，伊奈安尼，这，这应该爱想办法演起来。其实还是阿东导演的戏，阿爸合作过，就更加有感觉。因为我是甲伊有熟悉过，有做伙拍戏过，所以对伊加一寡信心，加一寡信任感，了解一定。对啊，这是我第一个看的感觉呢。对啊，姚人呢？其实我嘛是差不多啊，嘛因为是阿东导演加阿祖导演，所以其实拄开始的时阵嘛是有小寡紧张，就是讲唔知影讲家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做好安尼。有一次前期的会议了后，阿东导演就在问我，他就说，普通是你在准备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是你把这个角色的这个起起落落，情绪的起起落落准备好，到到现场的时候，导演，我们来给你配合，还是说你就拿出一个白纸，就是说完全空白，你到现场，我们做回来，一起来感受这样。啊，其实说坦白，在那时候，我是熊熊惊一下，我就想说，导演奈安尼讲我问，因为伊是郑文堂呢，你知道吗？导导演呢？嘿啦嘿啦，正常来讲，应该这个问题是我来跟导演，我来跟你请教。嘿，哇，你给我冲啥就冲啥呢？是，我唔知有这段呢。你因为你大兄啊，没有。嘿啦，阿美秋导演就笑笑，因为我来讲，哎，导演其实我唔知呢，我其实是导演安那讲，我拢好拢会使啊。阿尾就咱的一个结论就是讲，其实卖准备收者，啊，到个现场用迄个情感，真正的情感来演戏。是啊，因为我嘛相信讲，就是讲李文钦这个角色，其实伊伫咧戏内底，伊是唔知影讲啊，什么美丽倒数镜啊，什么叫我头像，伊其实拢唔知。这是咱起码有一种哦，上帝视角，佮怎样讲啊，规个是安那安那。所以讲其实规个事件，规个历史。拢大概了解，伫咧迄当阵啥呢？啊，主要是想要知影讲，其实迄阵的人到底咧想啥？不管是要来参与这个运动的人，甚至是伫咧对面要来甲你压制，就是讲压制恁家的运动，不管是政府啊，还是这些人，我其实拢就好奇讲，因到底咧想啥？因到底为虾米要甲人掠入来？安尼甲伊虐待，安尼甲伊。浸水啊，啥？其实，苦毒，嘿，拢是足恐怖的代志。我拢会去想讲，伊咧，歹势，伊咧甲你苦毒，伊做伊制造烟号啊，冇见，真劲，就是讲走啊，你甲伊掂大腿啊，就是讲伊后边，伊到底是为虾米安尼做？其实是我上好奇的代志。未来就变作讲，你去探讨伊的情感问题，对不？是，因为我感觉其实戏剧吼，咱即马爬出来，咱当然会当讲啊，咱卖重蹈覆辙，迄是一个就恐怖的代志，咱来汲取这个教训啊。对。但是其实我感觉就这是规个后边是就结构性的问题。咱规个社会要进步，要安那片面这个问题，这是其实是就有这你。而且够足困难嘞，是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导演就讲唔通了解上侪，啊，恁两位就是因为像你拄仔讲的，迄个时代背景，刚因为特别看剧本了，想讲哦，来去查讲，伊早真实的故事是啥物？因迄当阵你有做位看有看册嘛？是。
啊，我是较无看啦，啊，不过我就是较白纸的心情去现场的，对，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我也有去感受讲，在迄个年代的人。哦，就参像头先伊讲的，就是因到底是虾米款的心情，对，去讲这话，去虾米款的心情，唔管你是去讲苦读的啦，还是去讲苦读的，还是讲伫迄个时代背景，嗯，因的心情是可能一定去用足压抑啊，是安怎？嗯，我就是我当初我坐客轮车哦，我记我客轮车，我就问讲，哎呦，哎，司机大哥，啊，你当初因为我看年纪嘛，我就问伊讲，啊，你当初是？迄个年代，恁讲话敢咪做需要做细腻的，还是讲恁的心情是啥款？嗯，我就拢会问。啊，其实每一个人大半拢无啥共款。对。但是有一挂较少数的人会讲着讲，敢那真正的细腻讲话。也讲哎呀，囡仔人有闲无嘴啊，即句话就是迄当阵老的来。对对对，可能是安尼。所以我就是有当时坐客人家看大哥的迄落，我是做用这种方式来做功课，哦，厉害，用人啊，对，用这种上直接嘛，对，有当时找无证书啊，对，啊你问人有一挂证书，还是讲我看到差不多年纪差不多跟遐个人，我对，所以我甲问一下，恁当阵活伫迄个时代，恁当阵的生活甲心情是啥款，啊来做一挂心情顶关的功课安尼。哦，这招赞嘞，OK，那以后再看一下，就那些司机，我别跟你讲话时，你就开始问伊这问题。哎，我真正讲未错，我刚才问这问题，伊就对 A 直接朝我搞错诶，我拢无讲半句诶，二十分就过。啊，你未歹呢，啊，你司机都未问你一挂有诶无？小姐几岁？跟我结婚？啊，有人都只从闲工，你有去读迄册吼？是，就是得进要写伊的故事，啊，这嘛是一个口述历史，就是讲这个盐水大饭店，这个名是安怎来的？啊嘛是伊迄当阵伫咧米勒多事件内底，伊其实是一个迄个事件内底较无名的人，就是讲较无遐侪人知影讲伊的背景诶，就是讲伊毋是一个政治明星安尼，啊，但是其实嘛，会当透过伊的观点，你会当知影讲。哦，其实像伊这款无遐济人知影的人，但是伫咧这个事件内底，一规个立场，还是讲伊看到的世界，看到的社会，大概也是啥？啊，我感觉这是较特别的所在。啊，这嘛是即摆，就像昌先讲的，就是讲较接家家，不管是时代抬杠，还是讲大概也是想象讲迄阵的人，大概在想啥？哦，你就是变作讲，就像演员，其实拢会甲家己化身。用自己的想法化身去做那个角色樣、啊、是再来就是刚才有说到导演的部分，所以想要问说，就是这出戏里面有两个导演，啊，这两个导演在指导的时候分别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？哦，好好说哦，导演没听没啦，其实导演没听，其实最主要当然也是很感谢两位导演，因为真正就是讲，即摆互我真正是学到足济。我感觉阿东导演就是，其实伊是一个足有情怀的人，不管是对年代、对规个社会咧进步，其实拢是有足济梦想伫咧伊个头脑内底。啊，伫咧现场的时阵，伊个不管是对社会的感情、对即块土地的感情来甲阮讲。所以讲，其实咱即马咧演的即个背景，其实拢已经离咱即马的社会。是嘿，就远个，嘿，拢是不管是年代，还是讲规个背景、政策啊啥，因为阮自细汉嘛是伫咧都市大汉的，对。但是透过导演安尼慢慢啊甲阮讲，有影就是讲画面拢会走出来。伫咧过程当中，阿祖导演嘛会伫咧导演边啊，其实我感觉因两个嘛是足厉害。有当着啊，咱去想象讲双导演呐、啊，伫咧现场应该是干咪冤家还是啥？啊，但是其实是嗯嗯啊，但是阿祖导演伫咧现场主要戏的部分拢好。阿东导演来讲、来导演安尼，阿姨拢有当着啊，较要紧的时阵，雄雄来安尼讲，甲你讲一句，画龙点睛，阿、你规个开啊呢、所以其实讲有一个点卡的，阿雄雄安尼插一句，你就规。开起啊！你讲阿鲁导演嘛？哎呀，啊！而且阿鲁导演一旦讲是现场的开心果，哎呦，怎么讲？伊就是就参照伊一句话来，哦，伊的可能想法，角色的物件会开起。对，阿姨把定一句话出来，就现场会弄出来嗨。
嘿，伊就是他们的 NG。没没没，啊，就伫个迄落无伫拍的时阵啊，伊就吼现场的气氛，我感觉这嘛是拍片真重要的代志啊。对，因为你现场拍片气氛好，啊，大家人会真投入伫个你的工作内面。哦。啊，我感觉阿鲁导演伊无这些功能真厉害。啊，而且伊嘛是演员啊，啊，伊就是有法度搁较体会到演员的角度，啊，去甲阮讲一寡物件。对哦，底下一个呢，用伊本身的经验，譬如讲，伊看剧本也是讲，伊演即出物件的时阵，伊感觉啥物物件卡掉了，伊若看到恁有即款的物件，伊就会使安尼甲恁点起来呢。哦，安尼真厉害呢！哎呀，咱是咪爱个请导演来哄者？你讲两位导演哦？对，你讲有时间来？我嘛是惊呢，是啊，我嘛是惊呢。啊，你想要请问讲两位拍戏进展到拍戏过程，甲结束的这三个阶段，你的想法有啥物改变？就像姚云都只讲的，你去甲家己加入迄个角色了，你感觉讲哎，想要去探讨这事件背后迄种情绪，甲迄种情感，啊，感觉有其他的，咱甲我分享者。其实。诶，系啊，因为咱即马想起来，虽然讲规个拍片，大家嘛是要两个月时间啊，但是真正是目一年就过啊。嘿，啊，咱像他都话看两集，啊，就雄雄所有的这个情感，这个所以你看安排恁就是看片看了来录音，家己一种想法考上来安尼。其实我感觉上特别的是。伫咧拄开始的时阵，其实真正是战战兢兢，就是讲哦，咱怎样讲哇，要来办一个历史的事件，而且哦是全台湾人拢共同的记忆，啊是足紧张的，啊而且国家遮厉害的导演合作，啊但是我感觉上厉害的就是两位导演有法度，差不多伫咧拄开始过那么几工了后，你就渐渐啊放松啊，啊规个人拢放轻松去啊，嘿啊，刚差不多中你就无想遐济啊。而且压力也无遐大，就是可能到较现场的时阵，导演不管是对规个戏，还是对台词，拢会重新阁顺过。阿妈袂伫咧现场，互你遐济压力。啊，我感觉规个信任感到甲尾也是足强的。啊，所以讲其实，尤其是到甲要结束的时阵，我冇甲伊讲，就是讲，我感觉足唔甘的。哇，遮紧就结束啊！这。讲真实的是我头一摆有这种的感受，你在导演有听到吗？不啦，蛮因为你代无讲啦，对，你代无讲。我感觉这规矩戏哦，因为毕竟那是你讲一个较严肃的事件，历史的事件。对，啊，不过咱伫个拍片的当中，你会感觉有一挂真无同款的改变。你会感觉讲那参像就严肃，啊，不过像那气氛拍起来这样好。因为我感觉真济戏拢变甲，唔是讲咱一直伫咧探讨遐一挂，互你感觉足严肃、足艰苦，互你诶心情无啥好诶物件，伊会透过你生活诶一挂情感，啊，甲遐诶事件又袂歹，你就袂感觉讲遮尔啊沉重。啊，即个过程你会感觉，哇，原来咱是用这种方法来讲故事，你感觉哇，导演因拢真厉害，啊，而且伫咧真小诶所在，啊，你会看到。一挂希望，啊，甲一挂足深的感情，对一种足细的所在。因为一开始我嘛是感觉讲，啊，我这久甲导演无翕啊，阮两个敢会会有啥物？较青婚的尴尬。青婚还是有啥物叮当，对不？拢嘛是淡薄会惊，啊，不过就是一日开始翕落，啊，就哪参像，感觉都转来啊，对，感觉转来，啊，就舒舒行，敢那拢。顺顺利利啊！对对对，啊，拍戏结束了，敢有迄种完成一个使命的感觉，敢有这种，就是满，有真，我感觉是有真满足的感觉啊，因为就是拍到，感觉拍到一支真好的戏，啊，导演给阮的物件是真甜啊，都要搬出来，啊，就各个家演员做伙，对，啊，拢是真真的情感，对，哎，就是感觉真好。啊不然就是拍戏了，刚个用盐水来配饭。唔是，我较爱交导游咧。很难很难，我嘛是。低油咁爱，低油咁。交导游哥诶。我嘛是导游哥派。我食个低。交导游哥。很难很难。对我嘛是导游哥派，嘿，嗯，未使讲白住啦。好，所以就是上场诶，刚上好不时间，讲遮侪听众朋友一定真期待。我连伫只边听，虽然讲我偷看过一两集吧，但是我听听嘛是做期待后边会戏出诶剧情到底安怎发展。无论是亲情、爱情，还是。友情的部分，拢让人真期待。安尼要一人讲一人哦。好啊，好啊。
安尼要先讲啥？我一定是讲杨志东，你以前讲杨志东，杨志东是你的啊！啊，时间安尼都顺落来看吗？对，安尼来杨志东大饭店就好，有人来介绍。杨志东大饭店首播是三月初三，每礼拜日。你可不可以一改？我叫我一家家，每礼拜日嘛吼嘿。对，杨志东大饭店首播是三月初三，每礼拜日暗时八点。对，顶播是隔礼拜。拜啦，下晡一点，没我拢未加掉，我就是安尼直接讲主连啦，主连。哎，听众朋友在讲这是咱真实的真格，真正全部拢加加入去，大家进步，继续拍片。好，啊，刷落来就是非常了不起，就是我主持的吼，很多尊长一定爱看哦。首播是拜甲拜三的五点半，下晡五点半，啊，顶播是拜二甲拜四的。套餐了，对啊，哎呦，来，较早起来学台语哦，非常了不起，到顶讲台语。因真个囡仔拢是透早上课，因七点外去上课，像拖起床。因那早上你食早顿，拢你配你呢。哎呦，真的哦，早起来，食早顿配我，赞。你听起来怪怪。好，今日真欢喜邀请到两位来现场，跟我们分享的是恁拍戏的过程，还有一挂心得。希望讲过来的是咱金钟奖。入围啊！啊，入围了，这个来不？入围了，是咪来攻击金星？对对对，哎，上包啊！哎，上包，来板凳好啊！来板凳好，板凳哪板哪家哪？啊，那下当教阮顶一集迄阿斌，阮有一集就是有中炮赛啦，中炮赛，下当个中炮赛合作，加合一个。哎，咱一届的哎，安尼咱吃亏呢，因本来是请三刀，啊，结果咱今麦合作会敢变一刀，哇，吃亏呢。好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你当收尾啊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进门，来请门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